现在有一位 Sandy 要解释说，刚才为什么他装冰淇淋不能成功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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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呢？因为我装的比较漂亮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澳洲真的很难，你看这我做的，这别人做的，都是好了，因为这个比较粗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我做的，是他做的。这是我早上做的。这是我刚刚才出来的。这是什么做的？不会融化，太厉害了。这种比较嗨一点吗？爆冰。对，我早上做的比较好。解释完了吗？好，拜拜，拜拜。